2022研华交出相当漂亮成绩单，我们营收与获利都有双位数成长杰出的表现，获利营收也创下新纪录。感谢事业单位及所有制造与 back office 同仁的努力。展望2023，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迎接新一年的挑战，相信一季有美金1.2 billion 的 backlog 上，我们应可再创佳绩。IoT and ICVG 将持续透过 sector driven 驱动组织及产品创新，以 cross selling IO 资料截取、网通控制及边缘运算，以及 upselling WISE Edge 365软体，来协助客户实践 AIoT 应用落地，成为工业物联网之首选领导品牌。迈入2023年 ，EIoT 持续领先 Edge Plus 软体硬体创新，专注驱动 A 加产品成长动能。EIoT 已连接 SBU 与 RBU 动能，投入新兴产业 5G、网通、Green Energy、EV、Robot 等新商机。让我们一起齐心，共同推进 AIoT 愿景。在公司 Net Zero Globalization 的方向引导下，收不着底，即刻启动 Global Vertical Sector 的建设，专注垂直应用市场，建构完整解决方案，向成为 Vertical Sector 全球领先的愿景大步迈进。WISE IoT Core Service 历经了7年的研发，形成完整开发平台以及低代码开发工具。WISE IEMS Solution 提供 ESG 节能减排一站式服务。WISE iFactory 结合硬体，聚焦金属加工、汽车零组件、食品加工、鞋业纺织以及电子电机四大行业。2023研华将透过 WISE Solution 加持共创伙伴。今年将是 WISE IoT 全面开创市场、全面起飞的一年。我们将连结方案共创伙伴，建立标杆项目，同时赋能全球系统集成伙伴，开创市场。除此之外，扩大线上线下的全面营销，使得研华的软件加硬件的战略全面起飞。相信 WISE IoT 将启动研华迈向智能产业的新时代。从 Call Center、DMF、AI Online、FAO 到成就数位转型的 IoT Mart，IoT Mart 立志成为跨境电商平台的产业领导者，并以数据驱动、数位精准行销来转动销售及生态的飞轮。展望2023及未来 ，Operations 所有同仁将努力打造更智能、弹性、更深层协作、更具韧性的全球运营力，深度发展适合 DMS 及自有品牌两大事业核心的运营模式，和全球研华伙伴一同迎向2030年新挑战，实现研华2025愿景及2030目标。人才是核心成功关键。HR 团队于2023将以数位化、流程标准化为主轴，完善人才发展路径及培育机制，协助公司建立永续人才梯队。研华40年全球化发展，从设立海外分公司晋升为跨国企业，到执行 GRE 强化全球矩阵式管理，下一阶段将以 Sector Driven 再创研华全球化的典范转移新时代。研华将在2023年迈向40周年，我们不仅要在这个全新的园区呢，与我们的全球伙伴重拾 WPC 的时光，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与我们全球同仁体验有感幸福。更重要的是，研华也要实践 ESG 在公司治理、环境永续及社会共好的承诺，以物联科技赋能世界，为我们的全球同仁、客户伙伴及社会带来更便利的生活。